看来不太可行。你是说，因为我的荧幕还蛮大的，很大是不是？大概32寸，大概是几公分？27、32，大概几公分吗？几公斤？因为我们几公斤吗？大概5公斤吧。你是要真的是？哎，还是这个有没有办法变成直的、啊？没办法，这个就是横的。对。OK。对啊，再看要怎么去把它执行出来。哦。再找解决方案。哦。对。你在画图？因为一个是有点像是，就因为我是影像工作者，所以上面那一个有点像是。就是最终输出的一幕、下面是在处理的那个画面。对对对。对，那我们这个是最多可以放6那个 monitor。嗯哼。那这个弹簧是可以调整的，对不对？就是你说依照不同重量去调整。哦，是这个吗？对。OK。这个是操作上非常简易的。嗯，对啊，对啊。有没有在什么通路有贩售啊？还是都通路？你说台湾还是？对啊，台湾的部分，还是你们都只有对公司啊？台湾好像有那个代理商。好，我查一下这一节嘛，对不对 ？Modern Solid。你是要零售吗？还是？没有啊，我只是看一下而已。对对对。我们台湾代理商的话，就是一间叫朝阳。哦。对，你可以跟他就台湾。OK， 好，我再研究一下。好，谢谢。